家，早高峰已经正式开启。晚会异彩纷呈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经济走廊中间。东莞于公元331年立县，1985年撤县建市，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。全市陆地面积2460平方公里，直辖4个街道、28个镇。2015年，全市常住人口825.41万。其中户籍人口195.01万 ，GDP 6275亿元，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列。1839年，林则徐在东莞虎门硝烟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。1978年，中国大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这里诞生，标志着东莞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。30多年来，东莞以制造产业立市，以城乡一体发展，从一个香飘四季的农业县快速发展成为国际制造业名城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。东莞是与时俱进的制造之城，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这里投资。东莞制造驰名中外，尤其是 IT 制造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。这里有中国女装名镇虎门，中国羊毛衫名镇大朗，世界鞋业总部基地后街，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大岭山等著名产业集群。这里还有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松山湖，国家一类口岸虎门港，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示范区东莞生态产业园等一流园区。东莞是海纳百川的融合之城，东莞包容了众多的外来人口和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元素，多种文化再次融合，为东莞文化注入活力。政府以务实创新作为工作准则，为企业提供法治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，为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，帮助无数创业者、打工者实现人生梦想。东莞是让所有梦想都开花的幸福之城，这里有宜居的生态环境，近40%的森林覆盖率，900多公里绿道和遍布社区的公共绿地，让越来越多市民加入到登山骑行的队伍中。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活力。这里有浓厚的文化氛围，
广场文化之城、博物馆之城、图书馆之城和音乐剧之都建设初见成效。我们的节日、文化周末、读书节、越唱越红等品牌活动精彩纷呈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。这里有激情四射的体育运动，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十年八夺 CBA 总冠军，全国篮球城市威名远扬，还有龙舟之乡、举重之乡、游泳之乡、龙狮运动之乡、民间曲艺之乡等等称号，都是东莞活力的象征。从虎门硝烟到东莞制造，东莞印证了中国百年的求索和成就。凭借着海纳百川、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，东莞人正在阔步迈向东莞创造。这就是中国东莞，一座每天绽放新精彩的活力之城。